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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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熬夜，熬夜，玩多久？好，不要嬉皮笑脸 ，OK， 认真一点，认真一点。好，我们严格执行，而且今天我们要。这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要打死他！哎呦，好不好？这么严格啊？知道吗？自己家的吗？哇塞！啊 ，OK 了啊！哎呦，哪些东西可以喝？好不好？哎，沈玉玲叫并龙。哦哦，并龙，并龙，好，来准备哦。预备，可乐，还有麦乐，通乐。500块买10瓶也可以喝。对，你要喝通了还打了通。必要的时候还是可以喝啦，如果想不开的时候还是可以喝。那要叫救护车，好不好？这时候我们就要打字幕了。好，不要模仿。叔叔，叔叔有练过。你这个通了变成是一次性饮料，喝没有下一次。OK， 所以基本上是常常喝的。现在市面上充斥的假货，你有有什么分别？通了也有假的，不见得会过。来来。有两条，热身热身热身，热身热身，还好还好，好不好？哪些东西不可以喝？不可以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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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定一下，可以喝，可以喝，哎，当令，好，我鹰眼，我鹰眼在抓哦，可以喝，通乐，通乐不可以喝，好慢哦，可乐，可以喝，可以喝，通乐，哎，不可以喝，不可以喝，汽水，大家乐，口水。口水那你们都不知道啊，那我不应该说出来。OK 啦，新闻都爆了，新闻都爆了啊！来准备，汽水，哎呦，口水。我还真觉得不能。雪儿害了他，方寸，方寸已经乱了，真的，人的心这边叫做方寸之间，好不好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现在小朋友就要打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打一下，我很怕感觉嘛，额头要露出，要看着我，要看着我，要看着我，对，礼貌，礼貌，哇，你这么恨我，没有没有。笑笑笑笑，那我还要说谢谢。收这一下也可以。哦，谢谢奶哥。哎呀呀呀，谢谢，有礼貌的。来了，准备。漱口水。哎，漱口水，漱口水，漱口水可以。你笑太大声了吧？奶哥老花眼，看错题目，惨遭众人围剿。哪些是卡通人物？小贾斯汀。唐老鼠。唐老鼠。唐老鼠，唐老鸭吧，唐老鸭，唐老鸭，讲错，唐老鸭吧，没事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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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事啊，你不来关心就是等于唐老鼠啊，米老鸭可以吗？那请问大力水饺算不算？热血青春的跳跳 tempo， 待会儿继续跳起来。天才冲冲冲有奖征答来喽！记下每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并上天才冲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！天才冲冲冲，来准备，汽水，哎呦，口水，啊！还是觉得不能。跟你讲吧，许文害了他，方寸，方寸已经乱了，真的，人的心这边叫做方寸之间，好不好？出来，出来，一条命要出来，哎呦，哎呦，没有，你打一下，我很怕感觉嘛，额
额头要露出来，看着我，要看着我，要看着我，对，礼貌，礼貌，哇，你这么恨我，没有没有，笑着，笑着，笑着，那我还要说谢谢，收一下眼睛，啊，谢谢奶哥，要有礼貌，来了，准备，漱口水。漱口水，漱口水，你笑太大声了吧？可以喝一下，喝一下跟人家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漱口水，这样子喝，难怪你可以这样。因为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偶尔也会喝到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可以喝，还想喝吗？不想喝了。笑笑笑，要笑要笑，太笑了。太笑了。脚会抽动，好折磨人啊！这感觉很痛的样子哎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这个很痛，好痛哎！哇塞，真的，他真的没感觉。不是，云哥已经紧张到冒汗。哎，我以前是可以刮肩疗伤的人，还可以刮骨疗伤，刮骨疗。吓到，语无伦次。哎呦！谢谢奶哥，还没喘过气。你也喝漱口水，他也喝漱口水的，我们都是跟着他跳的，真的。啊，对不起。我在笑。你在微笑。苦笑，在一起笑。他全身都在抖。哇哇哇！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弄完要记得谢谢奶哥。对，谢谢奶哥。讲日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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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日文。谢谢奶哥。来喽，香槟、香水、漱水、泪水、消毒水、消毒水、消毒水。刚才杯张文琪说杯水不能喝，好，好吗？你我最后面就不能看，是不是？过来，我那段会剪掉，剪掉，不用了。哇塞！我叫调查局来叫剪掉了。还有还有。我不，你这疼我一疼。我疼你。我要奶哥一个。好了，快点啦，快点啦。当奶哥是谁呀？我要打你退。他没有笑，他没有笑。hold 住他的头啊！哎呀！谢谢奶哥。来，准备啊！就快结束了哈。消毒水，西瓜汁。大伯汁、杨桃汁、杨婆婆、杨天峰，有人跳了，有人跳了。跳小姐，太小姐，太小姐，跳小姐，跳小姐好厉害，她可以跳。啊！又回来，这个跟血啊，跟血啊，你会拉杆啊？你有练过地板吼？我有回来。你有回来？你有回来？七天之后回来？没有，没等到你哦。我在玩的时候，我也有回去。你有回来？等个七天的都没有等到你回来。一条命啊！笑，要把他笑，把他笑。额头伸住。丫头，丫头，丫头，丫头。来，站好。这个后面大风拍一下，整个调换。顺序，顺序。那个谁第一个？谁？夏雨欣。夏雨欣。题目是哪些事情会用到脚？脚，脚，脚，脚。比如说脚踏车，对，踢足球，好不好？好。跑步，跑步，散步，作业步，踢毽步，跑恐怖，跳脚，跳皮。翘辫子，喂，我问一下，以前我晃一下也出来了，晃一下，晃一下也不晃一下就出来了，翘辫子 OK 啊，因为人家都翘辫子两脚一伸嘛，两脚一伸啊，没听错，对啊，蛮有道理的，对，不能晃哦，哦，笑。笑，看不出来吗？我要真的笑，要冷笑。我不想被那丫头。那也要擦手。我紧张。肉，好碎啊！有声音耶。来喽，
哪些事情会用到脚？报告，一蛋糕，你好糟糕，踩地雷，耶、yeah. ，好，没有，等一下，踩地雷是电脑的踩地雷啊，嗯。站在哪一边？踩电脑的踩地雷就不用用到脚，那个叫做玩踩地雷。对对啊，对，游戏是两码事。我们讲的是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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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知道里面有翘辫子啊。我刚才没有接龙呢。这个电脑有翘辫子，我电脑有翘。笑一个，笑一个。电脑可以讲的。一条命啊！好，来准备踩地雷。踩蟑螂，踩色笔，矫情，矫情，竟然就是矫情了，陷阱，陷阱，矫情啊，矫情，矫情，漂白水，矫情，我矫情要过来了，我矫情也不行，我还以为是用脚弹下去敲他，我矫情就用晃神一下，矫情我就嬉皮笑脸，嬉皮笑脸，两条命，出去 out out， 换题目，哪些是卡通人物？来换一下位置，好，前面一点，你怎么越站越后面？准备啊，卡通人物啊，哪些是卡通人物？糟糕。我速度大概里面隔一秒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米老鼠、卫生鼠、过街老鼠。过街老鼠。嘿嘿。你出去。嘿嘿。我杀不回来。他刚才要跑完车，我嘿嘿。还出声音。我刚才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上次拉杆拉了大概空中停留三秒。金城，明金城，我已经撑三秒才掉下去，撑三秒。下次帮忙一下嘛，因为你上半身重心比较大，就容易偏过去。我们是下半身比较重心比较稳，我们下半身，下半身太肥厚了。肥厚，哎，曾国成，我要打他，他干嘛要这样？哎，这个叫做要练吞剑吗？对吧？不是，对，当你要打他的时候，皇恩浩荡。谢祖龙棒，感谢。没。每个人被打的反应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，好开心啊！对，对，还好吧？还好，来啊！一条命，一条命是。嗯。来喽，走。准备哦。哪些是卡通人物？嗯。小叮当。小丸子。没有没有，你不要推我。你现在不要推我，看你这样子的，对，这样子推。你你你已经是人妻了，不要做这些愉悦愉悦的男女之间的动作，好不好？越举越抓我一下嘛。哪些是卡通人物？小冰冰、小熊维尼、小贾斯汀、唐老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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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唐老鸭吧、唐老鼠、唐老鼠、唐老鼠、养兔老鸭吧、唐老鼠、还翻天鼠哎。老鼠哎，他怎么讲错？我讲错，我故意叫陷阱啊！你不能做节目。我就是想跟你凹。你看，哎，没事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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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来关心我是怎样吗？你刚刚的感觉很像，我们不能围观的人，围观，一个一个处理，好不好？唐老鼠，唐老鼠，打完以后，你干什么？我怕张立东伤害你，我过来。不要再叫糖葫芦，你要跳过来，懂不懂？唐老鼠，阿米老鸭可以吗？跳完了，跳完了，米老鸭。有没有米老鸭？不一定，看看。米老鸭。
确定一下，各位，确定没有米老鸭。OK OK OK。那请问大力水饺算不算？不要嬉皮笑脸，小飞镖，注意，吉利狗，章鱼小丸子，唐崇盛，啊不是不是，唐老鸭，又是鸭，唐三藏，不是到底是不是不是嘛？唐立忠，唐立忠，我把他挡在那个画布，到底跟他有什么？他错了，他想过来，我公正的阻止，不可以动他，不可以动他。我要跳过来，是人妻，知道吗？他结婚了，我知道。然后我在看电视。宋达明脾气不是很好。对。来哦。唐三藏西游记不是有卡通人物吗？那算，你不要讲解，那算小说人物。所以你都没有抓到。在干什么？在搞什么？他跟陈德烈在那边谈情说爱。我被白荣姐的目光吸引过去。两条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来喽，站好中间。哪些是卡通人物？唐崇盛、唐氏三百首、加菲猫、金丝猫、本人三猫、蜡笔小新、蜡笔、拉皮条。那什么？柯南、柯头、柯有伦、柯有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过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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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条命还是两条命？两条命啊！调皮哈。被 Q 到柯有伦很敏感。我想问，柯有伦本来是你专长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在想什么？然后我要打你哦，你要想一下怎么被打，对不对？只有我打。啊，你都不好意思，谢谢我。啊，站好，快结束了啊！哪些是卡通人物？柯有伦、石彦文。石彦文是布袋戏。石彦文，卡通人物。苏阳，石彦文的故事没有，没有画卡通。石彦文没有画过卡通。唐三藏也有拍过卡通啊。对啊，唐三藏也有啊。哎，那他是苏阳。石彦文是连卡通都没画过，是不是？不然上次跟唐三藏那次。对。笑笑，每个都笑。要记得谢谢奶哥。啊，谢谢奶哥。谢谢大家。一条命站好，来哦，注意听哦。哪些物品是金属做的？哎呀，这难了，这难了，这个不容易哦。金银铜铁，金银铜铁，金属，金属，好不好？准备，铁丝。A 怎么 A 呀？铁丝。A 怎么 A呀？铁丝不是铁做的，是什么做的？铁丝做的。他的铁丝老家呀。铁丝。他刚刚的哎，我懂他的意思。铁三有。哎，脚去哪里？哥，他不知道怎么分开了，他控制不了。误会铁丝玉玲珑，是不是？铁三有玲珑。好惨哦。铁丝。每次反应都不一样。你家里面有什么状况？最近打工太久没回家了，真的吗？然后在大陆拍戏，真的吗？哦呦，好大力，好晕，好晕，站好，歇会，准备好，金属做的，好难哦，铁丝，哎呀，铁丝，铁钉，铁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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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拐杖的拐，拐杖，铁拐啊，铁头功。铁路便当，铁丝，玉玲珑，抓你干什么？干什么啦？抓我！我前面是铁丝，别过来！铁丝，他出题，铁丝们，玉玲珑，我前面是铁丝啊，后面是玉玲珑啊。我主持还是你主持？不是，我帮大家发问一下。没有，我们没有疑问，我们没有疑问的。我没有丑啊！你刚刚铁丝，玉玲珑。没有人有疑问啊？有疑问啊！好团结，真的好团结。我主持不要有疑问，好不好？我分开就是分开。我很清楚啊。铁丝玉玲珑就是一个。对对，铁丝是玉玲珑，不是。来喽，准备，
不锈钢。哎呀，你看看到前面就挂了吗？不锈钢。不锈钢。怎样 ？Stainless 啊。笑一个。哎，你在笑哦，看出来。哎呦，哎，你们两个是这样。哎，调情。哎，录一个录影，怎么搞到这样？你快一点好不好？我不喜欢这么慢呐。那你快一点。来来快一点，来快一点。不要催我。好热哦。直接。哦。两条命出 out， 我们要清楚做到：不锈钢、唐本钢、无敌铁金刚。好，好，好，无敌铁金刚，它是铁是铁做的啊，非常明显。无敌铁金刚，木兰对对，塑胶做的，它是玩具，玩具才。我说你买的比较便宜哦。他一条命，两条命，两条命，奥特！奥特！金矿，金矿，三秒，都比麦克还久，三秒，比麦克还久，我们有录到昏倒，拉杆，他用手这样。下次，下次你要躺的时候先通知一下，我们躺下来让你压，他受伤了，对不对？安全裤太大件。他穿到这里了。很难是吧？安全裤本就可以看呐、啊，安全裤不可以看，怎么会叫安全裤？你真的很色哎！这安全裤不能看，奇怪啦，不是现在给他看的。穿得不错，安全裤我看一下。有这样子吗？换位安全裤搞得我身带一片。安全裤本来就可以看的嘛。不是，可以看也不能讲。让我们看到之后心里面在笑而已。啊，不要讲，下次不要讲。下次穿短裤。反客啦！哇，有人为安全裤身败名裂，蛮好笑。看，都是你害的，害得大家起内讧。对呀、啊，谁叫搞那么大件？搞那么大件干什么？其实没有多干，一倒下就是陷阱。小力一点。我觉得，哎，以后啊，我每一集少收一万。快乐到哪里找？你为什么把你的快乐建筑在别人头上？你干什么？使得他一直晃一下，我们要快一点啊！我在那边要运动，但停太久会感冒，你知道吗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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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吓到了！害我身败名裂！来，金矿、金块、金食堂、金项链，今天不回家。红白。同志，同志，钢板，钢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厚纸板，老板，厚纸板，摔得最大声，最狼狈，大声，最干脆的，直接倒。两医生允许我在这里找半天，来，两条命呢？我刚输在哪里？厚纸板。我看一下。厚纸板，厚纸板，厚纸板，厚纸板有用？有用，铁做的。铁做的。笑一个。微笑，被鬼吓到。
些是书籍？是书就对了，书就对了。好，字典、漏点，现在几点？六法全书、百科全书、十赌九输、感冒用输输、龙鼻力、中力、黄历、黄历星、黄鹤鸟、写真集、摄影集、内集、课本、日本。假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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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害到自己呢。想动死，反应太快，反应太快。我不错了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哎呦，好 ，OK， 恭喜，谁女获胜？好了，该你主持，好吧，我休息啊，很累啊。来，换我了。第二回合，第二回合，王子，千手观音第二大，现在徐奶奶下去了，各位充满 out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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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即将充满一些变数啊，对，题目开始越来越难啦，是哟，是哟，好，现在一人只有一条命，对，好不好？剧情急转直下，没有太多丑的机会，一条命而已，就一条命哦，这么硬，哦，来了，准备，题目是，出来。做什么事会用到纸？他做抄笔记。抄笔记。把题目讲题目干嘛？讲答案干嘛？讲答案干嘛？讲题目。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再次，苏姐、苏妈，对不起。接下来做什么事会用到纸？做什么事会用到纸在？题目在。好，准备。抄笔记。抄车，抄纸板，写情书。抄纸板是什么？风吹杨柳草纸板，雨洒大地知纸板，雨洒大地感羚羊啊！来，什么事会用到纸？写情书，写遗书，写地址，看报纸。这个游戏是跳跳 tempo， 不是摔过来的。好，谢谢，好不好？来，中间，中间，签合约，签账单。签账单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过来，在这边，让我拿出我红红的东西。一根根的红红的东西，看这边。哎呀，真男人，真男人，帅。out， 又到要了，报告一下主持，后面的人很喘，呼吸上来，呼吸，你平常有运动吗，蔡小姐？那你到第一个哪个？蔡小姐，你那个蔡小姐，你跟夏雨欣换，哦，你跟夏雨欣换，过来，三哥，我刚错了。来过来，你快点过来，赶快玩。你第一个听得比较清楚，对，第一个离他最近，对啊，你听得最清楚。他会吓我，对，所以我吓你干什么？来，你刚不说他会影响你，又站那么近干什么？不是，我想，我现在听不到他呼吸，我会跳。做什么事会用到纸？签账单，签猪哥，上厕所。干什么？金曲奖 cosplay 世纪大对决，黄飞鸿对上宗破塞的穿越时空大乱斗，下段酷搜登场。天才冲冲冲有奖正大来喽！记下每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并上天才冲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！天才冲冲冲。
报告一下主持。我后面的人很喘。呼吸声很大，呼热气。你平常很少运动吗，蔡小姐？他会影响。那你到第一个哪个？蔡小姐。那个蔡小姐，你跟夏雨欣换。哦。哇！跟夏雨欣换，过来。三哥，我刚错了。过来。快点过来，赶快玩。那你第一个听得比较清楚。对。第一个离他最近。你这样，你听得最近。吓我。对。所以我吓你干什么？来，你刚不说他会影响你，又站那么近干什么？不是，我想，我现在听不到他呼吸，我不会跳。做什么事会用到纸？签账单、签书歌、上厕所。干什么？大体怅然之为，我可能我不会上台，解释一下，让我解释一下。今天这一集就身败名裂。我是你知道吗？我这次跳回来在半空中的时候，我看他快跌倒的时候，我在空中想要拉他一把，没想到我拉他，拉他掉下来这样子。你还可以拉他？对，我想说把他拉回来。你刚为什么要过来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想说上厕所。要不要用纸？对啊，要用纸，要用纸啊，要用纸的，对不对？你上厕所要用纸啊。对啊，上厕所不用纸啊。你们都在这边的嘛？我们家都是免治马桶。哎，你好棒啊！我们大家都站在这边，大家都在这边，然后有三个字，好，这样子啊。有争议，有人用免治马桶，好不好？好，怎么就会？好险，好险！来，哪个？那我可以给你换。做什么事？做什么事会用到纸？上厕所、擦鼻涕、剃光头。哪个？剃光头，剃光头，光頭沙子啊！然后再用一点，打蜡，打蜡，他就不走了。你为什么跟我跟那么紧啊？要怎样？剃光头，剃光头，剃光头，剃光头。然后我就先想，哈哈哈哈哈！你要救我是？要吓死我！他救我，他救你！哇，大情操哦，好感人哦，大情操。去把我家里面离婚协议书拿来。他要了，就写一个八字。哇塞，给他钱就好了。我本是想救他。并不是盲从，因为他不动你也不动，不是？不是，我是刚推过来，他救我，你要自保啊！你自己都不活，你怎么救人家呢？对啊，对不对？那再一次。好了，邢超很感动，好吧，我们再一次，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好不好？那还是你胜出。牺牲太大，真的很大。最后一条命啊，准备！我想害他，往前一点。第二题，准备。前后换位置。谢谢。哎，前面。刚刚谁在后面？来，你坐前面，你坐前面，我就是你。好。前面，在前面。哪些动物是四只脚？四只脚。狗。搞混了。来了，蜗牛、黑牛、犀牛、山猪、夜明珠、树猪、老虎、老鼠。老鼠，来，你过来。哇，它是螳螂鼠。螳螂鼠，米老鸭。对，米老鸭。哎呦，大家好。好，老虎、老鼠、老头儿，哎呀，不要来！
会满足。啊，什么颜色？什么颜色？黑色的。蔡小姐，你把这弄得好像悬崖哦。拉，还拉，拉下来，拉什么？各位，我有帮你哦。有。来呗，四只脚的老头，大象，宰相，小亮哥，小老婆，非洲象，什么？摸乳象，摸乳象，林强，林旺，林旺，赤兔马，啊？什么？赤兔马，赤兔马，草泥马，旋转木马，旋转木马，旋转木马没有讲，旋转木马没有讲，旋转木马成功的，旋转木马。它有四只脚，你看它一高一低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旋转木马，它不是马，对，它不是动物，它不是动物，是真的，不是，当然不是动物。不要，不要，我做了什么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对啊，我刚一死了一票女的。当然也好，是我的亲戚。我有安全拖的感觉，对对。陈哥是真的痛的。可是，我有反应，还没有运气。这个要重点处理，这个最有那个。哎呦！快点呐！哎呦 ！Out！Out！接下来的题目，发人深省，请问哪些东西的单位是根？根有没有？一根。棒棒糖。薯条。一根啊。单位。单位哈，它的单位。单位是一根。啊，对。来喽，注意。棒棒糖。根。糖虫胜。糖葫芦。鼻毛。哇，厉害！哎，你的皮毛不是跟什么？一撮，一撮，一把，我比较多一点，量比较多的。哎呦！看到没有？特别痛，超的。哎呦！女生都死光了。哪些单位是根？你看看，来了，皮毛。鼻涕、腋毛、高跟鞋，高跟鞋，它有高跟鞋，还有鞋跟。我们台中对，这个有争议。单位是根，对，高跟鞋有根。可是你去百货公司会跟柜台小姐给我一根。我会讲的。台中会哦，台中花莲也会哦。那你台中像我们嘉义就不是这样嘛？有争议。你说句话，各位，不要有地域性的攻击，对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犯政治，对啊。什么叫你们嘉义，我们台中的？对呀，分什么地方呢？对呀，是不是？两个出去。out！ 哇，你哥要地域了！哇，要专注啦，要专注。老当益壮，贪而不备，老而弥坚，化小为神奇，三拜名列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